太热情了，真的太热情。你看出来了没有？有些人呢啊，咱们要是好好对他的话，他可能对我们就指手画脚。但是你要是拿出一个态度来对于人家对他们的话，反而换到他们的这个微笑。对，你说对了。以前尊重你们，你们把我们当成软柿子了，怎么了嘛？你说那个人是不是你挖走的？我不想再解释了，因为解释再多也没有用，因为你不相信我，对吧？那么说多了也没有意义，对吧？我们不但不相信，反而已经知道了事实了。你要这么说，我有什么办法，对吧？我能说，对不对？王飞，我们没有想到你今天这么热情的这种热情的方式跟我见面，真的感谢你啊，感谢你。不用谢。首先呢，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什么，我挖不挖你的这个事儿，咱们就过了，好吧？不说了。可以过了。第一，我告诉你啊，第一，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，我没有挖你的人。第二，你非要说我挖你的人，那我告诉你，我挖了你的人，那又怎么样？知道吧？难不成这个事业，对吧？每个人做事业，那么都是我有能力我挖你的人，你有能力你挖我的人，这个不是都很正常吗？对吧？因为我跟你说了很多遍，我不挖，你说非要我挖，那我就挖了，怎么地，对吧？这个事情。挖了又能怎么样，对吧？这个事情咱们就不说了，过了。但是呢，你今天你应该心里很清楚吧，你这种热情的发誓见我，你应该心里很清楚吧。我觉得你应该给我阿伟道个歉吧。有个解释，是不是有个解释？哦，道歉啊。那我也这么回答你啊。这个阿伟，就算我今天以这种方式面见你了，又能怎么样？明白你的意思了。又能怎么样？我没怎么样，我能怎么样嘛？对吧？意思你连一个给我，对吧？道个歉的一个台阶都不给，是吧？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啊，不大不给，而且刚才我也提说了啊，你个谁你们几个一起准备搞我，随便搞，尽管慢慢来。然后我就这么说跟你说吧啊，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对我的事业，我会十倍给你们还回去的。我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王妃了，我要让你们看到一个不能得罪的王妃，得罪不起的王妃。没有必要吧？没有必要，太有这个必要了。你这样子来啊，你说我的不对，我说你的不对，来，是你的不对还是我的不对？咱们说了不算。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他们有时候他们可能会眼睛可能会被别人那个骗过，但是他们那个感觉就是对的。如果他们感觉这个事情，因为很多事情他们不知道，他们只能凭感觉。我们就让我直播间现在5000人，你直播间4000人，我们就让这9000个家人们有感觉。来判断一下让他们觉得是你不对还是我不对可以啊，咱们就这里可以啊，行不行？可以啊，就让这直播间两边的我直播间5000人，你直播间现在4000人，就让这9000个人来决定你不对，来投票你不对还是我不对。可以啊，可以可以，是不是？可以啊。你说你的意思用什么方式？这个
什么发射柱啊？咱们就这样子，咱们就点赞。我现在点赞140万，这140万先不算。你那边点赞啊，现在是12万，这12万也不算。我们就一会儿把这些除掉之位，除掉之后，咱们就用10分钟时间看谁的点赞多。说明这个你的点赞少的话，他们这一家人们支持的是我；我的点赞少的话，这一家人们支持的是你。让这两边直播间这9000个家人们用这个点赞来投票。Okay, 我懂你的意思了。OK， 来我问一下家人们，直播间4000人来如果大家觉得是王菲的错，是安伟的对，愿意支持安伟的，咱们打2个字支持。来，打2个字支持在公屏上，我看一下啊，我先看一下我的家人们是怎么看到这个事情的，好吧？来，把支持2个字打起来。要比支持2个字是不是？来，咱们直播间我都不用说了，支持2个字打在公屏上。要比支持2个字，有点数量多也行。所有非家人公屏上支持2个字霸屏，直接给我撑到1000去。来，支持2个字已经达到了300个了，400个了。来，直接给我干到1000。来，所有伪家具的家人们，直播间40人，直播间40人，把支持2个字打在公屏上，满屏给我飘屏。1000了，我这边已经1000了，支持2个字已经1000了。来，等一下我问你一句话你直播间现在有多少人？5000人。你直播间5000人啊？对，而且我今天是小号直播，一个10000粉丝的号直播。我也小号直播我也有一个20-30万的粉丝。今天的那个号比我粉丝比我多，你有6万，我有1万。如果我用我的号开播，随便10000人。你厉害吗？厉害吗？你问我人气的吗？我给你报一下的吗？我跟你说但是你要记住一句话，人多人少，气质不能倒，人都没有用，都是来看你热闹的，知道吧？都是来笑话你的，知道吧？我一个人就抵我直播间一个人就抵你直播间10个人，你明白吗？你直播间都是啥人啊？一个人就抵我们直播间10个人啊？那开玩笑，那都是两个肩膀扛着一个脑袋的，怎么你直播间的人就一个抵我们10个？真牛逼啊你！我直播间一个人就抵你直播间10个人，我直播间现在将近4000人，你直播间5000多人，但是一样的安排你。来，怎么比法随便你，你说比支持2个字也行，你说比点赞也行，听你的。点赞，你觉得公平吗？点赞啊，点赞，点赞。来，我问你点赞，你直播间5000多人，我直播间才现在才3600人。你觉得点赞公平吗？我为粉丝家人们，你们觉得公不公平？为什么不公平啊？如果你觉得你那个对的如果他们觉得你是对的话，他们也可以去你直播间给你点赞嘛，对不对？那我问你你一只手能比10个人的手吗？这样点你觉得能比得过来吗？对不对吗？那你说怎么来？来这样子，王菲，如果你觉得今天你也觉得是我的不对，我也觉得是你的不对，那么咱们就公平的这个公平的一个让粉丝们去判断这个事情，知道吧？因为你我两个输也不是谁输了算，对吧？那么就像你说的那种公平的方式去做。但是刚才你说点赞这个，我觉得一点都不公平，因为你直播间人气比我多，那绝对会输给你的。这样子，我们两个就打倪君丽的飞速，好不好？倪君丽的飞速，啥意思啊？我们两个就比这个倪君丽的飞速，好吧？倪君丽的飞速，就不管粉丝愿意支持你的就支持你，你觉得是你的对，你对的，他支持你，对吧？如果觉得是我阿伟。那我阿伟对的是你不对，那就家人们支持我的，就我们就打飞速，好吧？就这个倪君丽，好不好？你搞不搞？输了的话刚才那个就作为奖励，是不是？哪个？就是你输了如果你的你输了，就证明是你的不对了，对不对？我输了，证明是我的不对了。对。对，你说了，你不只是自己当着直播间这9000人的面承认出来。对，
你输了，你不只是承认你的不对，而且你还要给我道什么歉，知道吧？那可以，我这个我接了。那你输了啊，你就不仅要承认你的不对，而且还要当着我们这九千个人的面啊，就是说啊，人确实是你挖的，以后再也不这么做了，就这样子跟我说一句话，承认是你挖走的吗？你说我承认是我挖的，嗯，但不是我挖的呀。你我不管你啊，这个你挖不挖这个已经不重要了，大家都知道了。你就说，你就当着直播间的人面啊，我当着直播间这个九千人的面啊，给大家说一声啊，这网费的人确实是我挖的，我确实是我的不对，你就这样子说就行了。好，可以。来，我接了。等一下。既然要啊，既然要这个比分数的话，那就是等于算是 PK 了，也要让直播间的家人们啊刷礼物了，对不对？既然让他们刷礼物的话，那我们这个奖励再大一点。还要怎么大？谁输了？我看你那个眉毛不怎么好看，我帮你修一只眉毛。至于怎么修，你听我的，肯定会给你帮你修的好看一点的。这个作为再加这个奖励吗？你说这个这样子没有，我怎么修是我的事情，我肯定会帮你修得很好看，因为你现在眉毛不好看。来，打不正人家来，家人们，我输了也可以一样没事。来，我接了，你也一样啊。好，爽快。你也一样。挂了，一分钟以后连上开始。哦，还有一点啊、哦，咱们两个不能自己上啊。如果自己上的话，因为你是个富二代，我上不赢你。我的话，搁以前的话啊，自己上也随便啊，随便拿捏你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不一样，现在我情况有点特殊，我自己上的话，我肯定也上不赢你。咱们连自己上了不算，只能让直播间的人啊，直播间的这家人们看，是他们啊支持你的多还是支持我的多，只能拿他们来比。先跟你说好，你的意思，你条件怎么这么多啊？你的意思，我自己不能上飞，对，公平一点，你不是要公平吗？你自己上了能算吗？因为我自己不上，你觉得我自己不上我能打赢你吗？你直播间人气那么多，比我多，对吧？你刚才也说了的嘛，这些人他们觉得你是你对的话，他们会去你直播间支持你；他们觉得是我对的话，他们会来我直播间支持我。没事，王贝，你自己也可以上，好吧？你自己也可以上，你想上多少上多少。我自己等一下，我自己上不赢你，我知道，因为啊这段时间我自己上不赢你，你就会行不行？你不是要公平吗？咱们用按最公平的方式来。行不行？来，我接了，来，不说了，来，挂了，连上开始。来，家人们，多的不说了啊！今天晚上既然他把我逼到这一步了，我必须要拿点颜色给他看一下，好吧？我已经准备好了 W 了，家人们，准备好，我自己已经准备好了，但没想到他说不能上。没事儿，我相信我们伟家驹的家人们也会支持阿伟的，只要我们团结，虽然他们人气比我们多一点，只要我们团结，我相信能够成功的。来，今天晚上你们也知道，家人们啊，他今天所做了些什么东西，我也跟他说了很多遍了，我没有挖他的人，他非要让我背这个黑锅，我真的很心里很不舒服，知道吧？而且没想到他今天用这种方式跟我见面。
没事啊，今天晚上无论如何，今天晚上把阿伟的所有伟家就的家人们，只要今天晚上，只要今天晚上咱们能胜利，我永远记住大家，永远记住我的伟家就的家人们，无论怎么样，我会用这个地方来还大家，好吧？多的不说了，好吧？既然他要这种干，我们就复赔到底，好吧？来，值日包间3400人，可以开始了没有？可以开始了吗？现在直接闭麦吧，来，直接闭麦开始了。来，家人们，多的不说了，我希望咱们看到这个公屏上这个礼物翻倍的时候，分数翻倍的时候，咱们全力以赴的上，好吧？咱们团结，我希望是团结，好吧？团结，对，哪怕一人一个小星星，团结，好吧？不团结的话，我们可能就打不过他们。所以我们团结，好吧，家人们，来直播间3000多人，我们团结就是力量，加油！我希望的是伟家就家人们，所有人全部斗起来，一人一个冒劲儿，一人一个冒劲儿。对面是用冒劲儿打的，家人们，你们看到没有？因为他们人多，所以一人一个冒劲儿都能打赢我们。我也希望我们伟家军的家人们，咱们后面的拉拉队，咱们一人一个冒劲儿团结起来，好不好？加油，来，对面上来了，家人们，现在咱们投票的只差78个，只差78个礼物，咱们就可以得到了这个礼物翻倍的机会了，家人们，咱们就可以得到礼物翻倍的机会了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此时此刻，一人一个冒劲儿，好不好？伟家军的家人们，一人一个冒劲儿。今天你们不想让你们的安危，你们的好儿子被人家欺负，我们就凝聚力拉起来，一人一个冒劲儿，好吧？还差12个，家人们，一人一个冒劲儿，还差十二个，直接加油！还差6个，来，家人们，一人一个冒劲儿，还差6个，一人一个冒劲儿，咱们把凝聚力给我拉满，好吧？来，此时此刻，来，还差离这个，咱们把子弹准备好，好吧？来，现在还有25秒，就暴击时刻就来了哦，25秒就礼物翻倍就来了，好吧？还差19秒，礼物翻倍的时间就来了，19秒，还差15秒，家人们，来，过了这个12秒，咱们就直接凝聚力给我拉嘛，好吧？只有6秒钟了，只有5秒钟了，只有3秒钟了，来，礼物翻倍时间来了，家人们，给我上来！这个时候是礼物翻倍，来感谢我英子姐送来的飞机。这个时候是礼物翻倍了，一个飞机就是两个飞机，来加成时间啊，加成时间啊，这个加成时间39秒，来，家人们，这个时候是礼物翻倍，咱们一个跑车就是两个跑车，一个飞机就是两个飞机。此时此刻，来给我加油！谢谢我华姐。对面上来了，家人们，还有20秒，加成时间还有20秒，加油！感谢我坦然一生，感谢我的好姐姐，欢迎来到直播间，感谢送来的热气球。感谢我们开心快乐每一天，感谢我英子姐送来的跑车，直接干他！加油！此时此刻，对面上来了，家人们，对面上来了，
咱们尼居尼拉玛啊，不要给他机会，好吧？直接给我干到底！感谢我创业王姐，谢谢我王姐送来的啊！今天晚上我的家人，我的甜粉们，此时此刻都来到了阿伟直播间。今天能整个冒劲，咱们整个冒劲；能整个飞机，咱们整个飞机团结起来，好吧？所有人动起来！感谢我花姐送来的跑车，谢谢！来，家人们，直播间支持阿伟的所有伪家具的家人们。3500个人，马上4000个人了，瞄准我们伪家具家人们，公屏上走特效的，咱们直接点关注。感谢我花姐送来的热气球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牛春霞姐姐，感谢我的好姐姐送来的热气球。对面上来的家人们，感谢我梅姐送来的跑车，谢谢，来加油，谢谢送来的李焕彤姐姐。加油，家人们，多的不说啊！直播间3600人，马上4000人了。支持阿伟的所有家人们，瞄准公屏上所有送特效、送飞机、送跑车的，咱们直接点关注，好吧？能点1000个点1000个，能点2000个点2000个，来支持阿伟。